老妈，老肖给你准备了惊喜礼物，你猜一下是啥？等一下就能送到哦。我猜不出了，大家都猜麻将机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大家都说猜麻将机啊？是不是？其实都说麻将机。其实送个麻将机也挺好的。嗯，麻将机我们家里不是有吗？我是知道是肯定是这个桌子这个。叫什么桌？是不是电烤桌啊？电烤桌不是有一个啦？我猜不出，猜不出啊？你猜不出？那留点悬念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到了。这个猜不出。你们两个都很喜欢的。我们两个都很喜欢。我们两个都很喜欢，就是麻将机。那赶紧换个麻将机吧，好不好？换个麻将机好不好？我们家那个有点老了，老化了。开玩笑，不管什么礼物，反正我都喜欢，多开心。潘小七啊，来，我们夜一下，给爸爸来个飞轮。来，小七跳个舞来，好久没跳舞，害羞了。前天晚上是他要跳舞，一定要叫你老爸给他拍。来。拍我来，害羞，你又要妈妈拍你，拍你的时候又害羞。马上到了，期待一下，大家都在这里等礼物。揭晓秘密，看一下是什么礼物，好期待哦！看一下，车子马上到喽，我爸都上去接了，来喽。看一下什么字，你车身上有字的。麻将机嘛，又是什么麻？和你的心意吧，而且还是这些网友们，这些网友们懂你是吧？哎呀，我就知道喜欢我们喜欢打麻将，我应该跟你爸喜欢就是麻将呗，大家都喜欢也是麻将的，怎么样？喜欢不？喜欢不？麻将机我们家里有一台，不过那台已经老了，这台是换是应该要换一下。还要他们换，我们自己没换。老是那个舅妈来打麻将，说你们要换了要换了。舅妈是叫你们换。对，然后他就记在心里了。松了的。我爸妈很开心哦。我发现网友们还挺厉害的嘛。他们很懂啊。怎么都知道是麻将桌的，又没提起来过哈。这一台太老化了，这一台。你看下面都好多年了，十几年了，完全不行。我们房子建好就没了。好臭，这麻将子。哦，这一副啊。这两副吗？肯定是。两副。那个应该蛮贵哈，老重了呀！怎么放？组装完成，就差个火炉了啊！现在麻将桌已经装好了哈。我看得出来爸妈还是很喜欢的，特别是老妈，她嘴巴都没合拢过，很开心，因为确实家里需要一个麻将桌了。每次亲戚来的时候就有的新麻将桌打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送给他们的东西他们能喜欢，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非常开心。